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娱乐热榜。杨幂把密室穿搭带进了剧组，怎么回事？爱的28定律，杨幂秦式的穿搭真的爱，她真的把密室穿搭带到了剧里。不会穿搭的，马上来看看吧。还有呢，就是爱的28定律已经定档了，在10月13号，大家有空吗？和琴师来认识一下吧，看琴师是怎么评价这部剧的呢？嗨，你们好，我是琴师。别人总觉得我是令人羡慕的幸运儿，但其实，只有对生活和事业都不妥协的女战士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。我的座右铭是：如果生活对我很温柔，我必须温柔回敬它；如果生活对我下手，我也绝不束手就擒。今天，爱的28定律开工，欢迎你们来和琴师一起好好认识一下。